就是你大姐让我来的，你要能同意的话，谭大姐得高兴疯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事我得再想想。你还少什么呀？我跟你说，马龙，我一个当领导的把话都说成这样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不就是因为你说这样的话，我才不相信呢。 为什么我说你就不相信呢？我当然不信了，人家女孩要真的喜欢我的话，为什么那么长时间从来没跟我说过？你傻呀，还是你真傻呀？有女孩子主动贴着脸跟你表白的吗？你让人家女孩子怎么考虑啊？傻小子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打住啊！你什么？我这事儿得放到正式的议程上好好的考虑考虑，好好的想想。你小子能把这事儿放在正式的议程上，有门！ 行，来，咱俩边喝边想，边喝边想，只要你想就行。我跟你说，以后我真的不敢吃你请吃的饭了。石大姐之前搞错了，你真的觉得是咱们搞错了吗？是我误导了你们的判断，还好。 没有造成特别恶劣的后果。你要是原谅我的话，吃口苹果。马龙误解了赵大军的意思，以为是茉莉喜欢他，也误以为谭大姐是出于对茉莉的愧疚，想要撮合他们两个人相好。这件事像一颗石子落入水中，激起了涟漪。 他开始仔细回想与茉莉相识以来的点点滴滴。马龙对茉莉并没有感觉，不管赵大军再怎么说两个人合适，他就是找不到曾经和苗青之间的那种感觉。但他不知道该怎么拒绝茉莉，毕竟他觉得对茉莉有一份同情和责任。他怕说出了伤害茉莉的话，影响茉莉走上革命道路的步伐。 一个人睡多无聊啊！要不跟你一起睡，好不好？哎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睡也行，政委不是要给你介绍对象吗？让他陪你一块睡。我警告你，从今往后不许在我面前再提这个事儿。听你这意思没看上呗？这跟看上看不上没关系，我心里只有苗青，谁都代替不了。那行吧。 那你一个人睡。赵政委好。赵政委好。啊。 政委，哎，正好找您汇报工作，您就来了，说，最近的工作开展的非常顺利，啊，该通知的地方我都已经通知到了，群众的积极性非常的高涨，都表示啊，一旦发现违纪，就会立刻向上汇报。好啊，不过就是有一个地方工作不太好做，什么地方？妓院。咱们要是能把妓院也给拿下，那这工作那就……你放心，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，迟早把他们全取缔了。 快点啊！快点！哎呀，快点嘛！ 你今天想吃什么呀？哎，
要不我还是走吧。你看你来都来了，连我菜都买好了，你就当给我个面，让我露一手呗。啊，茉莉，快点，快进来，茉莉，茉莉。谁带来了？你看，我把马龙带来了。哎，那个，今儿你们俩上课，我做饭哈。快快快，来来，屋里坐啊！来，快进来，进。快来快来。小燕，没见。给我。我来吧。进来坐，啊，倒杯水。谢谢。马龙，你看，给你找了好多资料。哎呦，茉莉多好啊！你看我找来的卷子，他又重新给做了一遍。这下你只要背答案，准能过。瞎说。哦，谢谢。真的，教你那个老师我打听过了，他之前出的那些题我全给找来了，绝对出不了这个范围。你俩都站着干嘛呀？快坐快坐，今天我做饭，这儿交给你了哈。好，来坐吧。坐。马列主义基础、政治经济学大纲和唯物辩证法大纲都是必考的，我们从哪开始复习？随便，反正哪一门都。好吧，我现在就是对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，它我永远是搞不明白。它有一个什么什么决定，还有一个什么反作用力，它到底是决定还是不决定还是反？祖师爷呢？你就是这屋里头的人。这里当家的你也见过。有他在一天呢，你就甭想出这个门。听到没有？咱们的家法，你也是见识过的。只要你乖乖听我的话，妈妈亏待不了你。你还不赶快谢谢妈妈？哎呀，说话呀！跪下！跪下！磕头！下来！要好好听妈妈话。不好了，丁老爷奔这边来了！哇！全弄进去！这样想啊，这个生产力呢，就好比是我们的牙齿；这个生产关系嘛，就像是说，牙好胃口就好啊。你说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你一说我就明白了。你说老师怎么讲不明白呢？我一开始以为我傻呢，原来是他傻，是他脑子有问题。我跟他说了半天，你说你。那么简单的一件事，说的那么复杂，这不就是牙？来来来，吃点水果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饭一会儿就好啊。谢谢谢谢。你看牙齿。马龙，哎，你看我给你找这老师不错吧？哎呦，小燕，我跟你说，这事儿我真的是得好好的谢谢你。不用不用，我办事儿你就放心吧。
这个你看了吗？你看，这是我给你找的。你看，茉莉把这上面重点都画下来了，我看了都觉得挺有用的。哎呦，小燕，你现在也开始看书了？那回头要不然去那个什么干训班，也报个名，当个旁听生什么的呗？我当旁听生？对呀，有什么不可以的？我就算了吧。怎么算了呢？你要对自己有自信。哎，哎，我怎么？干嘛呀？哎。你先看着啊！你跟我来干什么呀？你干嘛进来了？我这不是给你俩制造说话的机会呢吗？我当你们在一块儿，我就不会说话了。呦喂，那你俩以后怎么谈恋爱呀？啊，你别去。你赶紧过去，找机会帮我说说好话啊！行。那你一个人能这么多才行吗？没事儿。哎，我可不是一个人啊。什么呀？行啊，你谭小燕，太给你谭了，今天很高。这是他跟我姐和我姐夫的合影，我给绞下来了。快去快去，妈，你们俩不合适。去，行，那你忙着啊。呀，真是稀客呀！里面请，里面请，上茶上好茶。不用了，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人使用假币，我过来了解一下情况。瞧您说的，我们这做的呀是开门迎客的买卖，只要你给钱，我们都小心伺候着，哪还问钱的出处啊？啊，即便是收了，也是那些不开眼的东西，分不清真假的。好，看清楚了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人民币。哎呦，如果你们一旦发现伪币，立刻向我们汇报。会儿啊，我就把它裱起来挂大门口去，让姑娘们呢都好好看看啊，瞅着这花花绿绿的就能辟邪啊。对对对对对。什么声音？没声音啊，你慢走，来，我走。喂，长官，哎，里面没有事。长官，你看你，我叫你不长心，活该你被他。哎呀，张嫂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下去。长官，实在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啊！这下人做事就是毛毛躁躁的，那被开水给烫了。开水，同志，同志，你俩，对不起，来晚了，来晚了。哎，你说你们来了也不知会我们底下的一声是吧？那个，哎，你们是？我们是卫戍大队。我说你们都干什么？卫戍大队来了也不通知管片警察，来不及。行行行，那个同志，你们来是不是为了假币的事儿？我已经传达下去了。哎，你们听好了啊！最近我们这儿出现假币了。假币？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来的熟客啊都得记下来，然后谁用的什么钱都得记住，是吧？记下了，记下了啊。嗯，记住。同志，同志，我这么安排，行吗？这片既然是你负责。那你就好好查呗。谢谢谢，看得起我。对不起，我不会。不会啊，那我也不抽啊。那个，哎，同志，像我们这些被新社会留用的警察，我们还是希望能积极的改造，也要求进步，对吧？继续为人民服务嘛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这边既然是你们负责，那就请你好好查清楚。必须的。啊，我走。啊，就走啊？啊，行行行，那就不送了啊。不是送了，下次还喝茶。爷，请客慢走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吓死我了。人还在后面呢，赶紧过去看看。哎，同志，同志，同志，你既然是人民警察，就应该有人民警察的形象。对，把烟给我摘了啊。假币的事儿你给我盯紧点儿，尤其是这儿。是，一旦有情况。立马向您汇报。
一定。走吧。怎么了，小燕？怎么了？啊？怎么回事？哎呦，你这手割破了，我带你到卫生所看看吧，包扎一下。没事没事，你们俩先上着课，我去买点饺子啊。不是你这，你们先上课啊。马龙，那个小燕儿她……啊，行了，你不用说了，我都明白了。那你有什么想法吗？茉莉同志，你先坐。啊。正好，小燕儿呢，现在已经出去了，有些话，我觉得我应该跟你说一下。茉莉啊，其实有些事，你不用绕圈的。你心里怎么想的我知道了，别人也都跟我说了。你都知道了？当然知道了。其实啊，我真的要好好的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，我要谢谢你给我辅导。嗯，刚才你做的卷子呢我也都看了，从你的答案里我能看出来你是一个非常有觉悟的人。没有，没有。你不用谦虚，既然是很有觉悟，那我觉得你应该多向党组织靠拢。我认识你那么长时间了，我对你还是有一定了解的。其实我也很想帮你，但是帮有别的办法，对吧，茉莉同志？等一下，我没太听明白你什么意思。好，那我就说清楚一点。其实我知道你心里是什么意思。这人吧，一个人时间长了肯定会孤独，但是只要你能跟大家联系在一起，融入到组织的大家庭当中，我相信你会成为一名非常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。到那个时候你就不会孤独了，明白吗，茉莉同志？啊，这饭呢我就不吃了，回头你帮我谢谢小燕，我会记住她为我做的一切。那其他的事儿就没了。再次感谢你为我辅导。这些资料呢我都拿走，对于资料之外的那些事儿你就留在心里，你不说我也就当没发生。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走了。哎，那边我知道。我相信你会成为一名非常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。走了啊！哎呦，我刚才吓死我了。你现在知道害怕了？不都是你招来的吗？那我是妈妈呀，女儿要用钱我得给呀，那我这妈妈怎么办啊？你还有理了是吧？啊！我跟你说，曾爷要是知道少东西，我十个脑袋也不够用。什么东西？哎呦！哎呦，七爷，这要怪就怪共产党不让接客，要不然咱们怎么会缺银子呢？以后啊，谁也不准再到对面去了。要是再出事，咱的命真的保不住。知道吗？你知道就知道，干什么？你出去一下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不是我陪你吧？那我出去了啊，走吧。真佩服你这酒，你猜我
都是替你准备的。那当然了，等你伤好了，咱俩好好的喝一顿，交个朋友嘛，对吧？你知不知道我是曾爷的人啊？啊？其实你的底细啊，我们能猜到。哎，沈阳沦陷的时候，你带着一帮人在城里，那闹腾，我们都看在眼里啊。我们都佩服你，当时没有冒昧的找你啊，其实是怕连累我们自己。为什么抓我？因为你露财。咱们谁不知道啊？江湖上为什么那么多人跟你混呢？就是因为你有钱，你出手大方。哎，我没别的意思啊，我不是说让你全吐出来，你分一点这咱们呀。你说你有钱，谁看着不眼红？你啊，就应该做一个散财童子，把钱都拿出来，大家都有肉吃嘛。啊，哎，只要你说出藏宝的地方，我不知道。我说你这人怎么就说不明白呢？啊，你怎么就说不通呢？看见没有，这就叫经久不吃吃罚酒。你嚣什么嚣？给我打呀！看什么？是。你怎么来了？你嘛去了？我等你半天了。啊，是吗？那个什么，把门关上了。嘿，神叨叨的，怎么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天找你啊，有正事跟你说。你小子一不上课，二不约会啊，跑来找我说正经事儿。你能有什么正经事儿？说，扯什么蛋呢？我哪有什么约会？哎，对了，说起约会，我上次跟你说那事儿，你小子到底怎么考虑的？来呢，就是来跟你说这事儿的，啊，怎么样？我觉得不合适。不合适？哎，小子，我昨天还看见你们俩在一块儿了，怎么又不合适了？哎，在一块儿也白搭。马龙，男女这件事情啊，你就不能拖泥带水的，得把事情说开了，说开了就没有误会了，就顺溜了啊。我跟他说开了，我把我的意思反正都已经跟他说了。那你说了人家听明白了没有？我反正把我该说的都说了，反正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这个人吧，嘴笨，说什么话吧永远都说不在点儿上，所以我这不过来找你了吗？到底怎么个来龙去脉你给我好好说说，把我弄糊涂了。行，你糊涂你就别说，你闭嘴，你听我说啊。你说。我呢把我的意思呢反正都跟他说了啊。我是觉得他现在这个时候应该多向组织靠拢，而且他毕竟得为他自己将来做打算嘛。你光靠我也没法给他解决什么问题。所以我这不是来找你，想让你帮我跟他再说说，把我的意思。你等会儿，你再巩固一下。你等会儿，你彻底把我给说糊涂了，我都晕了。你俩现在是什么个情况？是你没看上他，还是他没看上你啊？哎，我说你是不是我哥呀？怎么我的想法你不知道吗？这事儿我怎么能知道？你必须得跟我说清楚。你是准备调到妇联当主任去啊？一遇到这事儿你就那么兴奋来劲呢啊？臭小子，还把我当领导吗？当大哥吗？少跟我来这套啊！哪个兄弟还当妇联主任？我告诉你，小子纯粹是为了关心你啊。哎，你到底打不打算继续处下去？说实话。是不是因为心里还是放不下苗青啊？其实啊，如果要是这样的话，你也不要勉强自己啊。我呢，其实真没想掺和你的个人的事情，你大姐非逼我来跟你说。行了，打住打住啊！我知道，你跟我大姐呢，都把我当自家人，但是这事儿真的不是看得上看不上的事儿。我是觉得吧，像他这么有觉悟、那么有能力的人，那肯定是能更上一层楼的。只要他稍微努力，那得有多大进步啊！所以我觉着，只有这样才是对他、对我都好。
哎，你怎么话锋一转，我又不明白了，到底什么意思呀？不是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？你怎么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呢？啊，咱们那点默契上哪儿去了？等会儿我捋一捋，我捋一捋。向组织靠拢，明白了。你放心，我去跟他说。放心吧。你真的明白了？明白了。放心吧，啊，我一定把这事跟你说明白。你小子，好好复习功课，结不了业，我不给你发毕业证。好，去吧。那行，明白了就好。那我先走了，去吧。啊，对，让你的警卫员或者你，把这笔消消，这太难用了。什么呀？这闲蛋事儿，快去！你这臭小子，这么琢磨的？你刚才说，马龙想让小燕入党，我怎么越琢磨越不是那么回事儿啊？这小子怎么了？上了几天干训班，现在就变得这么势利了？他这不明显是嫌弃小燕是团员吗？跟他不般配吗？谭杰同志，要我说，你这思维方式得改一改了，人家不是那个意思啊。那他什么意思啊？开始我也没想明白，后来我想，就这件事上，你别说这小子想的还挺细的，他是想让小燕跟他一块进步呢，啊，他以后这小燕入了党，人家马龙再怎么着也是个营级干部，这样显得不是般配吗？他能是这么想的？我觉得不对劲儿，他想不出这样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再从头给我学一学啊，说实话，哪句是马龙说的，哪句是你编上去的？我俩说的老长了，你让我全复述我可复述不了，但有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你别看马龙这小子他嘴笨，但他心里想的其实我最门清，我太了解他了。你仔细想，咱们这个卫戍区的家属哪个不是党员？但咱小燕还是个团员呢，咱们部队以后万一要改编到公安局的话，马龙的能力怎么样，肯定得委以重之吧。那小燕如果连是个党员都不是的话，那马龙想拉扯一把也拉扯不上来啊。那要这么说，马龙对咱们家小燕儿还是挺上心的呀。应该是吧，要不然他提这要求干嘛呢？这就对了。行吧，算你有功，多吃点。你呀，别埋怨我就行了啊。我真没想到，你跟他们交情那么深，都被他们保媒拉欠了，而且那个马龙还让你向组织靠拢，这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他们很信任你。你就是不想帮我。我帮你什么呀？我劝你还是去自首吧，没准还能过上新的生活，然后我们就可以重新开始了。那你跟他们过去吧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好心好意的劝你，你怎么还这么顽固？是吗？行了，武阳，我们不说这个好吗？我们必须走，我们天亮就走好不好？你要干嘛？我要留下，而且你也要留下。你疯了？我是疯了，但是你是我的女人，你必须帮我。我永远不会再帮你了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跟不跟我走？不走。你不走是吧？你不走，我走。我去哪儿啊？走开！不会把你怎么样，我只想让你留下来。你做梦！
为了我留下来。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，咱们走到哪儿，他们都不会放过我们。与其死在外边，我还不如就死在这儿，至少还能跟你在一起。只有你回头，我们才不会死。出乎意料，他本以为在自己的恳求下，茉莉一定会答应自己。尽管他已经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惨败，可林武阳依旧沉迷于自己的幻想中。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使得茉莉留下来帮助自己，哪怕再一次用谎言欺骗他。逼你，我想了一整晚上，你说的是有道理的，我们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。党国都没了，我们留下来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对不起，你为我做了那么多，委屈了那么多年，我却那么自私，逼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改。我再也不做那个飞扬跋扈的林武阳了，我再也不做那个心中只有自己的林武阳了。我要抛开一切，一心一意的对你。恐怕在我们走之前，你还得为我做一件事情。又要变卦？想多了，我是为我们的以后着想。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，就算我们愿意安心的过日子，他们会放过我们吗？现在唯一能去的地方那就是国外，但是你要准备很多的东西啊，钱肯定也少不了，所以在走之前你要帮我做完这件事情。信任你的吗？怎么出手这么重啊？打狗还得看主人呢。还不是因为，哎，因为你啊。因为我？要不是你偷钱，我能成这样？就为这个？这至于吗？以前我们为他卖了多少力了？就说那个关着的人，不是我给你们通风报信，你们能够凑巧抓着吗？行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要我说，这个姓曾的。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咱们别给他干了好吗？不真的他，真谁啊？啊？共产党，能要咱们吗？谢。
人家不是害怕了吗？行了，别怕啊！真有什么事儿啊，我担着。你没把我说出去吧？我不说，我受点皮肉苦。我要是说了，你就得死。你说不说不说？啊？我就知道七爷你对我最好了，就算我对不住你了啊！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。好了啊！啊，对了，我让厨房给你做了几个小菜，都是你爱吃的，待会儿我让他们拿进来啊。来，忍一忍啊！哎呦！茉莉，你看啊，从这儿到这儿大概有10分钟，然后你再从这儿到这个点就能看见箱子了，记住了吗？武阳，我再问你一遍，是说我拿到装钱的箱子，你就真的跟我一起走吗？真的吗？真的。那为什么你现在才告诉我？因为你说服我了，箱子是徐先生藏在那儿的，我要用它来换我们的未来。那我怎么原来没有听你提过？因为我以前没想走。你还是不相信我。我懂了，你害怕了，那就算了。反正这个时候去拿这个东西，确实有风险。那就记在心里。有个事需要请示您，说，咱们上面现在是不是不让女同志参加捐粮啊？怎么了？没有用。现在好些个女同志啊，参加捐粮的积极性空前的高涨，拦都拦不住。这是好事儿啊，但是你不让她捐，又打击了她的积极性。这样吧，捐原来的1/5，不能再多了，再多了我怕他们健康有问题。是。下面这首歌。献给每一个积极捐粮的同志，团结就是力量。哎，同志，你是哪个单位的？哎，茉莉姐。你认识？认识啊，以前在区委教我们合唱的。啊，同志。现在啊，这里临时变成了兑粮囤粮仓库，你要是没什么事儿啊，就先离开这里吧。嗯，好，走吧。眼睛连你姐都没看见，美滋滋的哼着小曲儿干嘛去？干嘛？我那毛衣还没给我呢，赶紧给我送回来啊！那毛线钱还是我垫的呢，你又没还钱，我拿毛衣抵债。干嘛呀你？行，不跟你掰扯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赶紧写一个入党申请书交上来。为什么呀？不是我让你写的。是马龙让你写的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听说马龙同志，这是以这种方式呢，要求谭小燕同志要思想进步，将来好共同作战。他让你写的，赶紧写。真的呀？嗯。怎么回事？赶紧跟我说说。肯定美了你。